OK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拉姆西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继续来给大家做我们的三国全面战争刘备党。张鲁咱们就不要了啊，抄家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，下回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板之中啊。杀了可还行，我是不杀名将的啊。我说的名将就是有名的人啊，不一定他实力很强啊。我把张鲁抄家抄掉之后，他儿子张贝也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什么张贝？这谁呀？一个小屁孩儿。野心勃勃，只身一人离开。我之前还看过一张图啊，一个婴儿野心勃勃离家出走。我这个还好，我这个还好，我这个是个少年。我这个骑信到达第三阶段了，加15%的一个产值。那我这个太守应该也多一个了。哎，多一个太守，我又能赚好多钱。爽啊！这么高的骑星怎么来的啊？我没有依靠这个人物的满意度来获得这个骑星啊，我全是靠灭黄巾军来获得的骑星。整个河北全是黄巾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再加上这边的一个孔宙啊，我们这边有8波叛军啊，但是我们这回合能收的好像只有2、3队吧。大势已定，爽啊！88死。再加300多，1000多块钱，放了他们，然后顺便还能完成任务，你说，你说这个爽不爽？我们后面玩董卓的话呢，也基本上都是这么玩的啊，就是税率拉到最高，然后的话呢，不停吃叛军啊，因为董卓他有个暴虐值嘛，你这个拉高税率的话呢，有很好的好处。我军智略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们刘备啊，仁义当头，打叛军也那么多好处，看压他们，你说这个机制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其实你看这个黄河左右，黄河怎么？你看洛阳旁边，哎呦，好多，董卓，黄金叛军，这个张燕本人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乱的，但是啊，情况还是为我这个蜀汉公国所控制的啊。我张合队、典韦队往城市里一驻扎，你看外面那些部队还敢不敢造次？目前是2024年秋收第71回合。灰色的是我的版图，河北一块，中原一部分，然后长安啊，还有襄阳，然后呢，江东这一块也都是我的。版图好像有点混乱啊，你们要留下一些势力，因为很多人跟我关系都很好啊。这个党我没有什么背信弃义，关系都和我很好。水镜之将，行军途中你遇到了一个吹着笛子的牧童，你出于好奇上前攀谈。牧童带你去找了他的主人水镜先生，卧龙凤雏得其一者，可安天下。诸葛亮要来了呀！感觉刘备这个党比我们曹操那个党快非常多，有没有？现在71回合，很舒服。然后呢，诸葛亮也要来了，哎，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嘛，是不是？这边汉中四楼之后拿下来。咱们这个党刘备的话呢，虽然说啊，这个税很高。但是我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！三大黄金贼都是我小弟，哎，不叫小弟吧？啊，都是我小兄弟啊！差了一个字就差很多，对不对？来，张合过来把洛阳主牧场拿下来。4支满编，基本上有3支满编在不停的攻城略地啊。典韦那支部队的话呢，暂时还在我军附近，还没有下黄河呢啊！这回合准备下黄河。还是有些用处的。汉室走向末路，此乃顺应天意。泱泱大国陷入纷争乱世，曾经的诸侯如今各怀鬼胎，旧世已亡，天道轮回，其时已终。天下之事瞬息万变。好的啊，这里敢信，我称帝了，这里敢信啊，皇帝。哎，说快是真的快啊，我刚把汉献帝接到手上，我就称帝了。蜀汉汉献帝本来想啊，我本来在董卓手上，对吧？这个反正好吃好喝啊，我还当我的皇帝啊。然后现在哎，刘皇叔来了，哎，非常好，我在刘皇叔手上的话，一定会日子过得更好一点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眨眼间就刘备称帝了，篡位啊！其他你居然没有称帝，我就这么一小块地，我怎么可能称帝？我刘备称帝了，又是他们俩，真的，我曹操也之前也是那么俩，对吧？刘备称帝之后是孙坚，
这个士气，曹操称帝也是孙坚士气。嗯，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效率问题啊，咱们一开始出生是士啊，190年，然后呢到伯194年啊，侯197年，公202年，王204年，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啊。据说这个称帝就不是按实力来分，是按这个爵位的这个先后来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法啊。八国啊，吴国在哪呢？吴国首都呢？嗯？真的狠啊！孙坚，你是真的牛皮，是不是为了离我远一点啊？他居然跑到四川去了，他孙坚跑到四川去了，把八郡定为自己的首都了，你在逗我吗？啊，一个在西南，一个在最西边，你们俩想干嘛啊？这边放着一个八级城市，他不称帝啊，不对，他不那个立为首都，他跑到那边去了。天下三分，刘备、孙蜀和八吴，还有山东王孔融，丞相也有了。哎呀，丞相也有了。小桥能降低建筑时间减二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牛逼啊，这东西。腐败减五，这没什么用。税加也没什么用。张合有一个重新部署减二十五，可分配加一。哎，简雍也比较适合，简雍也能建造时间减二，还能加经验加等级。那你可以加什么来着？啊，小桥不如简雍。张掖2000人围攻击杀的1500，北海城啊，这个北海城真的是多灾多难，被四五股势力攻占过。对方这个将军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将军亲自推车吗？不可能的呀，将军亲推车你得下马的呀，仿佛是将军自己的推车一样。对方也没有围城，也没有攻城武器，他就敢攻城，这你敢信？这步的估计没了吧？对方这个是50%的远抗，我估计他应该可以入到你的城门。你的部队不出城吗？哇，你还真就不出城啊！护国讨贼，不出城也行啊，不出城也行。不出城的话，他就把你城门锤开来，然后和你那个部队对撸就可以了。但是他其他部分的部队可能会爬墙哎，他已经要爬墙了，我跟你说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把我的步兵直接拉到外面去，这样的话你的箭塔就可以一直射他，把他拦在城外。他上城墙之后的话，你就很恶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弓箭手的话跟他部队近战撸起来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恶心啊。骑兵在我这儿，你是不是给我的？我不是早就说的吗？啊，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？我一直在跟你说呀，我一啊啊哈哦，这样子啊，我说你怎么骑兵不动了呢？走这么慢的吗？啊，都是你们孔老大没有给你们骗一匹好马呀！啊，这移动速度，天哪！咱们正面先冲一队剑兵。啊，你们都混在一起的是吗？那就一起面，一起面。他这个很骚气啊！我在背后捅他，他往前面继续爬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来找死！你的部队又下来了是吧？我让我一支部队在外面去戳他，然后他……啊，对啊，他会自己爬的呀，战锤也是这样子的。他爬墙的人就是会继续爬的，他不会停下来的。快跑！一直都这样。然后你一上城墙就白。然后他就白了是吧？以群落腹，杀！他这个爬墙本来是19D，然后还会被两边箭塔射，然后再被你屁股后面捅，一会儿就没了。哎，我这工兵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不在城墙上面射箭，你他妈走也下去下来射箭，是吧？我之前看你手持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就下来了。是有什么毛病啊？你不在城墙的世界，然后你打着打着啊，沿着别人的绳索，你是不是让他去 A 的下面那个部队啊？我没有呀。哦，好像是有的，我有让他去。对呀、啊，你让他 A 吧，他就下去了呀，不然呢？尽情厮杀，他妈的智商堪忧啊，这东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那个部队我打不了了，他那个有一部分上墙之后我就 A 不了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个骑兵，下一个最期待的春秋战国呀。三国都做了，春秋战国也不会很难的，你就换个势力表嘛，对不对？地图还用知道对吧？再完善完善，春秋战国不就出来了？这个不难的啊。不对呀，就目前这个情况看，我感觉杀不到500个人了呀，对方都要被你箭塔射完了。哎，他又下来了。哎，这话他又下来了，这你敢信？
这个骑兵从城墙上下来了，他怎么想的？敌军正在登城。他用一个极慢的速度在爬墙。这个是自带这个双倍缓速啊，双倍缓速。哇，这个速度！怎么样？是双。紫金汉他都没有握住那个绳儿。哦，他上来了！哇，这个跳跃能力，我天，奥运会跳高冠军！你爬城墙的话，那不就掉体力了吗？我就要爬，我也就要爬，就要训练一下是吧？用自己家的城门训练一下。有这样的臂力爬城墙，而且一个都不摔死，这种部队我感觉一个打三个没什么问题。敌军占我城池，我军必将夺回。在座的有几个能做到这个，在光滑的城墙上面用一根绳子爬到顶，而且一跃两三米高啊，可能没有两三米啊，一米五吧，而且是在这种倾斜的这种地方跳。哇，你的点被占掉了，这么夸张的呀？他一个人是能把你扔下来的啊！你不要告诉我在时间结束之前你打不下来这个，打不下来他吧？我觉得很有可能啊，已经一半了。哎，不可能，不会吧？不可能，我站回来了啊！你站回来了，你站回来了，你你差点输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只有89了，有点恐怖啊，这个东西啊，真的是差一点就输了。他如果三张兵全进来的话，就真的输了。1500人打对方2018人啊，自己损失500多，对方损失1836啊。将军的话倒了一个，逃了三个，史诗大捷。任凭熊熊烈火灼天，亦会有熄灭殆尽之时。气绝而火熄，余下的不过是碧波作响而已。贼臣已死，于禁之中又有多少人蠢蠢欲动？2005年春季第74回合，你们见过这么晚董卓死的吗？赵云冲阵扶主，从城中撤离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的妻儿还没有逃出落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。勇敢的赵云孤身一人拍马回援，将幼主绑在怀中，带着他浴血奋战，安全归来。刘备和赵云的关系大大加深。我刘备连个娃都没有，我到底救的谁哟？赵云，哎，要不我们这边把刘关张，不对，要不我们这边把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全部都说成义子吧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来，关羽先过继进来，变成我的儿子啊！谁说我没儿子的啊？赵云冲进人群之中就把关羽救出来了。啊，抱在怀中啊，张飞，收进来，赵云收进来，我有三个儿子，关张赵。那个马腾的话，我觉得就不要收人家过来了吧，不然马超岂不是我孙子？哎，不太合适啊，不太合适，先收这么几个啊，因为下面一个按理来说应该是马超啊，黄忠排最后一个。本来关羽和张飞叫刘备是叫大哥的。现在叫爸爸。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把我当爸爸。刘备一脸懵逼，这个生不出孩子就要收自己的兄弟当儿子吗？刘备摔儿子抱得中张飞吗？哎呦，一手左手关羽，右手张飞，然后赵云说我的。本来那个是刘备摔孩子，然后赵云阻止他吧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把他摔下去的又抱起来啊？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赵云说你怎么不摔我的？我也是你儿子呀！哎，你怎么就摔关羽张飞呢？我也是你儿子，你不能偏心啊！啊，赵云往地上一躺，哦，这个吕布居然他主动过来送死了，这是吕布最后一支部队啊！那你吕布灭亡了呀？公都居然背刺了我，也很正常，因为他是一个投机者。此人诡谲多变，可能会背弃盟友，跟韩遂那个货是一样。因为你正在四处啊杀他的这个黄金，这个黄金乱军跟他不是一股势力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拒绝，袁术拒绝这项提议。但是你同意啊？我也不同意、啊。你又不同意？你是人？我操！呵呵，哼，
凭我蜀汉一国之力覆灭公都，轻轻松松。好啊，你怎么了？吕布，张辽，还谁？孔宙，孔宙你嘛？他凭什么到你那边去啊？好，再见啊！他凭什么到你那边去骂我的吕布、张辽？刘备跟他老婆在一起了十多年没有生孩子，然后呢，把关羽、张飞、赵云收成义子之后，老婆就怀孕了。这个里面我觉得有点事儿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收成孩子之后要住在一起，你说是不是这道理？我把你过继过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又想把谁过继过来？吕布啊？啊？收吕布当义子啊？义子警告我，为什么还是冯夫人这个是零？那怎么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多不好啊！我不管你，我不管你。徐庶救母，徐庶请求会面，来时神色慌张。徐庶说：“非不欲效犬马之劳，以报使君。”乃辞亲卑职，不得尽力，今当告归，荣图后会。听凭去留，去吧徐庶啊，跑到曹操那边去了啊。但是诸葛亮呢，也就要出来了。为什么他不能换统军了？平定天下，该部曲先移出部队，准备行动。你看又能统军了，哎，好奇怪啊，出 bug 了吗？洗心洁玉，待时而发。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我刘备不见了。刘备死了，但还有敌人。你们看，你到底是谁？千面郎君刘玄德，我这个部队动不了了。话直说。那张合以前撤了。哎，刘备出来了。哎，徐庶不是。那个文将呢？哦，你看呀，你看这个刘备，刘备跟这个张悬。哎呀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哎呀呀呀，都撤了算了啊，都撤了算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在这个小树林子里面，三个大男人面对面贴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我们把徐庶收为义子。他因为他的妈妈要回到曹操身边，那他现在会不会为了我刘备这个爸爸而不走呢？我在想什么？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，你知不知道？来，这支部队距离吴国首都只剩下了……我居然看到了孙坚，孙坚带着孙策。这攻杀武不知道是谁啊，我就想一个问题啊，孙策既然在你这儿，为什么周瑜会跑到袁术那边去？哎，这是不是很奇怪？我们的典韦后面继续跟着两只满编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其实咱们只要回头啊，无论是手动打还是这个夜战啊，都可以把他们俩灭掉，你们知道吧？哎，我就不打，我今天就要把他从曹操的这个老家呀带到八国里面去。哎，八国在这儿啊，哎，也没有多远了嘛，也就是半个中国的距离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两只满编没了的话，其实他可以完完全全去把曹操给干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因为曹操估计这个实力最多也就是两只满编或者三只满编的样子啊。咱们的张合、刘备加张悬啊，过来把这边的两只满编给他弄掉。看一下，敌人的部队一共有7200人，咱们有4500人。敌军诡计多端，竟然设伏于此。敌人诡计多端，竟然设伏于此。单挑是不可能去单挑的啊，单挑我没打不过。加快脚步，看看能不能先拉出点部队出来。速速前进。哇，你这个命中率有一点点低啊，啊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快快快，顽强不屈，直接进树林。加快速度，挺住。我觉得可能是太一发都没中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一发都没有中，你知道吗？几乎。有点不好打呀，说真的。哇，你这真的是一发都没中啊！又在忧心汉室吗？啊，喂，总能着眼未来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只要你投石机在砸，我这边的骑兵冲上去就不算白给，你知道吧？你就砸，你别往我的里面砸就行了。敌军士兵
不要往我的骑兵里面砸，搞我吗这个东西，自动拒绝，自动拒绝，滚滚滚，来拉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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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你拖住了，你就往里面砸，哪个秘籍往哪里砸，对对对对对，尤其是我刘备那一块，准备好了，跑起来，怎么秘籍怎么加速前进，加速前进，准备好冲锋了吗，速速前进，张飞出来快点，这里还有两只弓箭手，哎怎么那么多援军啊，其他把援军给你了啊，我援军好像有一只拉得慢了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这边骑兵的实力比较弱啊，所以说能干了对方弓箭手的话呢就差不多了，这两队东西我准备是直接送，准备好了，杀，你的毁灭想让我喜不自禁，可怜之语必出自可怜之口，杀，这里的刀盾先溜，还有多少弹药量啊，还有一部分，有一半吗，大概一半吧，还有一半是吧，那勉强还行，好的，接下来我就要看一下我能不能用两个将军砍死他个把将军，一波冲杀的话基本上你别打了，可以别打了，可以别打了，他的部队已经非常的不密集了，这时候大家很亏了，你这个猎骑兵你还挺麻烦呀，准备就绪，再冲一下弓箭手，咱们斩将去，抓紧，好了，斩将，前面骑兵600块钱丢人，这样的话一波打完，我的骑兵除了在第一波冲锋的时候，第一波冲锋我掉了不少血，后面就没怎么掉血了，战斗会让你厌烦吗，然后就是这边六个将军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，这一共有六个将军，很难打，倒也罢，不知道打不打得过，杀呀，凤翔云端，最起码得砍掉几个吧，这一波上来，但是我张合是一个火将，他又不太适合，做好准备，好了，666666，这里三个将军追着我锤了，我必须要跑，加快脚步，加快速度，跑起来，进军，这里还有一只弓箭手，前进，赶快，把骑兵吃了，骑兵把他吃了，两将军先溜，最好能拖拽个几个将军过来配合骑兵把他吃掉，至于他正面的话很多部队都被我吸引住了，其他后面还有好多援军没过来呢，其他哎，你没发现还有好多援军在外远处挂机吗，因为 我以为我援军只有那么一点点，然后发现后面少拉了一点点，感觉我这个张合好像出不来了嘛，我的张合马太慢了出不来了，有点恶心哦，我的张合马太慢了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子会被敌人直接追死，必须要回头反打，不过这次敌人也只追出来两个将军，我觉得可以打，我觉得可以打，准备开战，加快脚步，问题不大问题不大，可以打可以打，这波一波弓箭手也被我们杀完了，这个将军也要白了，基本上我这一波冲锋已经达成了我的战略目标，接下来就是正面打不打得过的问题了，哦，他这边还有无数的弓箭手，骑兵赶紧过去帮个忙，不然我们这个正面应该是挡不住的，因为你看后面还好多部队没过来呢，这个是我的问题，我给晚了，我给晚了，不然我觉得我有那些援军的话，我们正面应该是稳的，拔剑杀敌，我等心怀天下，我等心怀天下，看一下正面的这个压力啊，正面压力还是比较足的，对方有三个将军在正面，有三个将军在正面啊，我得赶紧把这个将军，哎呦，这又来了个骑兵，加速前进，来了一队毛兵，加快脚步，盯着将军，你先走，骑兵准备，注意，赶快赶快，准备射击，赶紧出来，他的将军开始拽着他的部队开始拽着我的将军。他现在就是用毛兵在拽着我的将军走，然后把我们张合走的又特别慢，拖不出这个毛兵的范围，就比较烦了。留两队打这个，后面的部队全部去回来这些弓箭手。你们俩看着意思是打不掉这个将军，因为对方的毛兵追得太紧了。至于正面的话，我看一下啊，步兵暂时还没有崩，毕竟是土将啊。
啊，刘备土将，士气还是可以的。好，还行，稳了，稳了，稳了。虽然说援军给晚了啊，有一点点小失误，不过呢，这把还是稳了。后面那么多的援军已经要到位了。哎，这骑兵冲了一下，你还能回来？这两个将军回来，杀掉一个半血的将军就可以了。这场的话呢，是比我们那个会更难一点。这个人，我们的张合跑不了，张合走得太慢了，张合走不掉，太慢了。必须要先把这个将，必须要先把这家伙秒了，不然我走不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他喵的！啊，没事，他们俩一死。那个意思，我这俩狂暴了也行，也行。本来我就看到那个对方在追着我的将军走呢，我看你应该在拉着他走，他应该死不了。结果啊，你就给我玩死了啊！准备开战，快跑！这个骑兵又开始追着追着就不动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让他追着某个人，他一会儿就不动，一直都这样。行了，没事，那个应该只是被击败。应该只是被击败而已。时机已至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死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很慌了。那也就是他有可能会死掉啊。死了就死了。他喵！我这把我觉得我已经稳了，好吗？你看，这部大部队都来了，这都能死的啊？说不过去吧？先冲进去糊一下。速速前进！敌军四散而逃。到底是无胆鼠辈，这一场真的是血战啊！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血量，我开了这个70和30，快跑啊！不对，65和35，就是提高了一下我们这个血包的百分比。加快速度，动作快点！50-25吧，还是偏低了一点，稍微调的高了一点点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更加合适一点的一个数值。那么基本上呢也赢了啊，赢了的话咱们就过来看一下这个近景吧。看一下一个战场的血包效果。跑起来，进攻！这个是65-35的一个效果啊。你看到35的话，你会发现部队就会进入全身是血的状态啊。之前我们开25的话呢，是几乎不会全身是血。敌将已被我军斩了，对吧？不过呢，也还好吧，我没有觉得特别夸张啊。片甲不留，只不过比原来的话呢更加残酷了一些。上！看这个地上的血液呢也多了很多啊。增加了我们战场的这个惨烈感，对不对？还不错啊，就这样吧，我觉得现在这个还是挺合适的。问题就是这个将军被他弄死了啊，而且是我已经培养了很长时间的将军，万一真死了我就真的很亏了。诛灭敌军，问题小问题可还行。无人生还，做好准备，这个人要死了。看到我的汉旗没有啊？你小小黄金贼，敢反我大汉啊！刘备他其实怎么说呢？他就是自称为汉，只是我们后世把他称为蜀汉，以区别于其他的汉啊。所以说我就是大汉。来，盯着他锤，速速前进！干净整洁的黄金贼如何和我浴血满身的这个？悍将对决呢？准备！刘备、张合全身浴血，放箭！哈！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哎呀，你们能砍他一刀不？杀光敌军！除了冲锋砍人效率高之外呢，就是要把别人摁住，就是拿马把他撞停，然后才能 A 的效率高一点。但这几个获得功绩呢，实在是太低了啊！哪怕有一兄弟殒命，一亲殒命也是。伤害很低，发射！对方被我疯狂卡位，可还行啊？砍死啊！射击！跑起来！对方也浑身浴血了、啊，不过对方浑身浴的血是他自己的血啊，加快脚步，跟我们浑身浴血的不一样。将已被我军斩了。OK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呦，敌人这边还有这么多人啊！人家骑兵上来撑他一下吧，我以为对面都要挺不住了呀，啊，居然还那么能挺，可以吗？对面啊，不愧是7000多人的大军啊，就是不一样。
没关系，对方还有最后一个将军，我们就看了一会儿镜子。别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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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方的毛兵是正对着我们的，我又不傻，对不对？先把这个将军砍死再说。张合进去放个技能，对方的士气应该就崩了。正面我们没有什么兵了啊，正面我们没有什么兵了。一刀，快快快！两刀，射击，尽情厮杀！张合来一刀，不要留情！张合，你这是？张合他喵的砍了两个小兵，可还行啊？诛灭敌军，那就先砍这两个小兵吧。凤翔云端，把技能先放出来。准备好了，鼓起勇气，凤翔云端。找到一个剑盾兵，就凤翔云端。好，敌将呢也受手了啊，基本上就只剩下这一小坨敌人了。咱们来背冲一下，差不多就解决问题了。进攻！刘备技能也好了。我坚如磐石，动作快点！来冲一波！冲啊！刘备等他过来。杀呀！放我技能。紧握刀枪，奋勇杀敌。紧握刀枪，奋勇杀敌。好了，士气应该是崩了。对方六个将军全倒了，那冲一下差不多士气就崩了。怎么看出是正面？就是拿眼睛看呀，他脸对着你的，那可不就是正面吗？对吧？尽情厮杀，杀呀！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我看看，没人了，没人。马军准备，我们之前在攻略党里面打了一场3000多打7000人啊，跟这场的差不多，只不过的话那一场我的敌人会更强，而我自己也更强，而这一场的话呢我们更弱啊，但是对方也更弱，因为毕竟是黄金贼嘛，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难度应该差不了太多。那一场的话呢是攻略打法，这一场的话呢我们就是实操啊，实操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，基本上本场打法差不多啊，都是骑兵将军先冲，然后呢打出优势啊，干掉骑兵。当然这场的话敌人骑兵不多啊，那么我就选择干弓箭手啊。准备开战。那么就有一个小失误，就是我一波援军啊，给七杀给晚了一点点。凤翔云端，主要是我以为还有个问题，我觉得你那个将军应该是死的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啊？我想说，你可以招一个新的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我觉得你可以把吕布踢掉啊，赔偿给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一命换一命嘛，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那个人的命跟我不是一个等级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人的命也是有这个啊，这个高下之分。你看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导向就不对啊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好吗？啊。在那个时候人是有高兴啊，你吕布的命就一定比我张学的命贵吗？你能跟我吕布啊？我这个将军可以带来夜战，你这个吕布能带来什么？我的吕布能带来这个一人屠城啊。我们来猜一下这将军会不会死。你不玩战无不胜，不玩，我他妈杀我一人你们都得死，我都不想看你们是什么装备，全部都给我死。我靠，我将军就被你，好难受啊。我们4569人啊，打对方7314人啊，11800人的对决啊，咱们阵亡3190，这个阵亡数字比较大啊，就是因为我后面部队给晚了，给晚的话呢前后有点脱节啊，所以死多了一点。对方的话呢是阵亡了5795人，哎呀我好惨啊，我这个将军，我这将军几级了？我觉得这个将军好像是从一开始就跟着我的张轩，你知道吗？孔宙，孔宙。孔宙是被谁灭？是被我灭的吧？好像是，我忘了。孔宙居然出现在这边了啊！孔宙还是不错的，15/15。冯夫人呢？55啊，这种就完全不行。司马朗呢？司马朗是50。司马朗的话呢，比较适合去当太守啊，他有加伤害10%。那我就抓拉出了孔宙。孔宙加15点的水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孔宙几级啊？孔宙4级。这样算算的话，好像也没有亏太多嘛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阴影；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，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
实在没有真